集前最後入集是星火燎原。等埋隻星火燎原啊！大二門目前是七，全部默不準備妥當透暢賽事五班千二米的泥地短途賽，暫時大熱是七準備。王琦舉起，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时候，哇！醒目用区咁快闸嘅，咁前面快嘅马咧有呢只钻色翱翔啦，外边啊帝豪欢声啦，第三位日日奖内栏，第四蓝晚罩闪耀威龙，中间线路通明，出边星火燎原啊！咁醒目用区出闸快噶，但系依家响个尾三马，后边两只黑衫高明力量灰马咧就暂时殿后啊最多欢笑嚟噶。好啦，过呢个八百米段处啦，放咗出嚟嘅马就钻色翱翔啦，帝豪欢声啊拍住佢啊，内栏第三有闪耀威龙，第四位就日日奖响外边啊，内栏。位置紫色眼罩上咗少少嘅醒目勇区啦，出边啊星火燎原啦，咁啊再见到好多浸嘅马啦，有线路通明啊，中间夹住啊，后边两只灰马最多欢笑等入边，咁啊黑衫掟出去外边啊，系高明力量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啦，咁啊见到前面占先仲系钻色翱翔啊，帝豪欢声响第二位揈出去外边啦，日日奖冚上去，闪耀威龙咧就慢慢攞出嚟，外边追嘅马有星火燎原啊，咁啊埋边上仲系只最多欢笑嘅灰马嚟噶。好啦，最后百零米啦，日日。奖透出咗，埋边咧有钻色翱翔帝豪欢声啊！出边上紧嚟嘅马仲有星火燎原，最后五十米日日奖仲系占先半个身位，先拔头筹啊！跑第二名星火燎原啊，第三名有啲 check 咗、啊，帝豪欢声埋边，咁啊外边追上嚟咧就变咗只高明力量，就要影相争第三马，咁啊入弯外边冚似乎啊好啲喎泥地啊！日日奖入弯走先啦，咁啊结果系赢马，星火燎原都外边追噶，埋边睇埋啦。帝豪歡聲入邊，咁啊出邊追有高明力量，需要影相。咁啊，優嘅日日獎啊，湯寶新仲啱曬，大家嚇期望報名跑個跑法啦，結果啊贏咗啦，五倍喎、啊，臨尾咁啊第二名咧就係八號馬呢只星火燎原啊，鍾奕禮。第三名好近影相啦，五號嗰只高明力量啊，九號啊，臨尾落好多飛，帝豪歡聲。睇下預計派賽啦，跑第一名就係一號嘅日日獎啦，獨贏派五十個半，位置派十九蚊。跑第二名係八號嘅星火燎原，位置派三十個半。跑第三名係五號高明力量，位置派四十一蚊。連贏位一搭八派二百六十四個半。二重彩啦，一號八號順序派五百一十七蚊。單天一號五號八號派一千四百二十一蚊。位置 Q 一搭八派九十蚊，一搭五派一百二十六個半，五搭八派二百四十一個半。三重彩一号、八号、五号顺序就派6669蚊，跑第四名系九号啊，帝豪欢声。咁啊，睇翻第三名张相啊，五号啊，高明力量啊，第三、第四临尾落好重飞嗰只，帝豪欢声。益晒汤宝新喎，真系有个信念都系当自己报名都出闸手靓位系嘛，不过直落少少，即系而家冇咁潇洒啊！一报名一出咗嚟之后再潇洒啲啊嘛，我都赢，仲要个结局系啦，仲系好美满嘅结局啦，五十个半系啦，所以放在我摆边个得，只马好醒啊，出闸都啊。
幾好冚喎條泥地跑道啊，開變上嚟嘅全部都。都係同上次一樣啦，千二米都係好冚啊。嗯，就三碟啊咁，你睇嗰啲高明力量都幾論盡啊，跑得啊，轉個大彎都幾勁喎，不過衝得。佢都係泥地好啲嘅，嗰啲腳法都係。星火燎原可能都係喎，如果咁樣講。嗯，上次就是賽前試習好，咁跑草地唔得，今次泥地就即刻有啲嘢睇下啦。呢只轉翻泥地，嗰兩隻有彈啊，甚至係一五一對啊，今日都跑翻正啦。帝豪歡聲真係勁啊，誇張臨尾啲飛啊，好遲先嚟嘅，即係攞一集六格啦，再攞陣飛格，十四倍，嘣嘣嘣咁啊，$58，係啊，結果啊批都冇啊，第四啊。好，湯普森接咗呢只贏咗，亦都開齋啊！今季好啦，睇四連環預計派彩1號、5號、8號、9號派$2,030。四重彩預計派彩啦，1號、8號、5號、9號順序派$39,965。翻嚟福榜啦！九月嘅最後一個賽事，卒之都趕及，即係打開勝利之門啦。湯普森，巡台影片睇翻啦。起步咁啊，三檔咧嗰只灰馬嘅最多歡笑咧，都係慢咗半拍嘅。即係以佢嚟講，唔算好慢噶啦。以前都再慢啲都見過添。高明力量咧就係、亦都留住跑先啦。咁啊，鑽色翱翔就放啦。外邊咧帝豪歡聲上嚟逼下佢啦。內欄就閃耀威龍喺包雙位嘅。咁啊，中檔咧就日日獎啦。咁啊，行圈都好醒啊。咁啊，外邊就星火燎原中檔先老通明。醒目勇區翻到嚟都好厚啊。唔知係咪有啲問題啦？跟住高明力量啦。至於包尾咧，最多歡笑捕捉咧就偏慢啲嘅。前面一堆走啦，不過翻嚟都係失望啲啊！咁啊，跟住佢後邊嗰只啊，其實又要轉位啊，嗰只閃耀威龍轉得位嚟咁啊，唔係佢嗰種跑法啦，佢好順利入到直路，擠少少嗰種啊。佢仲要等日日獎啊嗰啲走咗先，難啲啊，追翻人啊變咗。難啊！日日獎都喺佢前邊啦，已經開邊係星火燎原，最開就高明力量，中間就灰馬都有追幾步嘅，最多歡笑。呢度阿湯普森只馬都有啲片埋嘅，咁咪要收翻正再騎嘅話，成堆一齊到啊！姗姗來遲啦，最多歡笑。嗱，都真係擺嚟擺去嗰個獎，所以咪冇瀟灑，不過結局都係贏啊！好啦，頭場福榜完畢，派彩作實。位置 Q 啦，1搭8派$90，1搭5派$126.5，5搭8派$241.5。二重彩啦，1號、8號順序派$517。四連環1號、5號、8號、9號派$2,030。四重彩1號、8號、5號、9號順序派$39,965。分段時間頭段23秒48，第二段22秒82，末段23秒8，總時間1分10秒1，比標準時間慢接近9線。